要这样子。哦，对，一整个法阵，直接开得很好。是。皮卡的话，刚刚在追击在娃娃身上，娃娃一个瞬移已经压掉了，但回头话再一棒带走了皮卡。没错，这波反开做的相当的好哦。那个弱化势必要开的。没错。前面直接接到位置，是有抓到的。哇，而且这个金眼子眼打下去，金眼是先行躺下，一个人鱼真身开了起来，后面子睿也利用脱线，伦伦是不负众望啊。是。他就可以给予那个 B R 这边野雀弹了。来了，逮到是对方皮卡的一个人，瞬移的一个亚克力沃，队友被拉到，凯旋血量还有半条哦，皮卡已经不见了。但是队友跟不上啊，虽然是拉到了卡芬尼这个大奖，跟不上，他必须还是要补上那个瞬移，才比较机会。哦，林凯从后面来了，皮卡往前一冲，瑞给不见了，而且伦伦还在往前想要来逮人，想利用缓速再往前回头一推，再扛塔。真的是，我应该是第一次看到这哦。哎，来又来，降临下来了，争夺这个蓝 buff， 雷蒙正踩了下去，往前想抓女装起身的皮卡，还是被凯勋给带走了。是，那娃娃有点凶啊，这瞬移都往上了，一摸摸一样样的事情，但是伦伦的悟空也到位，自动这个姿态下了下去。对，这个一顶是留到了两名成员，但皮卡前方的话，刚刚换位回来影子，那对方逼出了瞬移情况下的话 ，T1 剩下一咪咪血量，来到手中里面还是不见了。灵魂脉冲开喷，哇，好像没有中到底。哇拍了我们汤家哦，人都靠过来喽，是当进来吗？哎呦，太重了！三段位移都用过喽，大招交完，感觉有机会。哇，哇，这边逆盘针来之后，小三最后一下死神力刀还是被娃娃给带走了。哎，好事成双，有人中，不过没有人可以。下面抢到，哇，被融化掉了，娃娃带走东哥人头。是，雅克尼之尾握到的是哲哲，这边请交出来的话，还有扛住伤害没有问题。看一下顽天有没有办法，就是再把上路。你可以挤吧，你看他渡温了，你直接挤了，挤了，哎，直接开推。这边的话，全在灌在阿哲身上，阿哲完全怕。哇，空掉了。的 Hansel 不过拿回来，找到人可以，应该是被带走，没有问题。后续跟镜面电打 ，NK 居然活下来了，反而是 DK 倒下来了。后续的话，阿顿这时候来做一个控制，但是自己的队友后续还在边来，哇，也倒了下来。这一波团战的话是 1T 的零换三啊，夜叉带线上一定会让你。一路是非常毛命中了，推出来，哇，吃不了这个伤害，这边的话，夜叉生，没错，所以最后瞬移也交出来了，最终还是倒了下来。